哦，现在玩的是 PoE 流亡暗道，然后上次打到御林之士，然后断线了，然后先把马阿凯打完了，都死了还炸我！喂，为什么你不能 gamble？ 多一个空格有吗 ？GMPLE，GMPLE， 没错，为什么你不能赌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雷格我！我的微波炉坏掉了啊！它没有出现欸，为什么？等等，我看一下。没有，加载。嗯哼，好，有了，这样应该可以。的机器人躲起来了。喂，问号。为什么他可以把我秒杀啊？不科学啊！还不承认是这件火衣。那炸尸体威力超大。干，超痛。喂，喂，流血啊！看，汽车，人家登出的哦。死的好不甘愿。太妙啊！是不是那个火衣的那个副作用有 bug 啊？我明明没有屏膜啊，我感觉被打超痛。
瑞，不用告诉我，我打泽瑞也会死掉。乱吐乱吐。喂。哎，吃不回来、欸。血吸不回来呀！啊，再死一次！我怎么觉得我看到这个，就等于要死掉了？裂痕是吧？哦，喂，没事，还是死了。我想说怎么没死，结果还是死啊！怎么那么痛啊？还没消失哎、欸，又多死一次。啊，消失了。好的，死到很惊艳了啦。他、啊、现在还不到七十，哎，刚好七十。哎、欸，问号为什么这么痛？这人几等啊？十七耶，没有说很低啊。血狼啊，这一定会死！哎，没办法，反身我就快死了。还是因为我抗性没满啊，差超多。机车骑不回来，因为是粪坑。哎，又反伤！哎哎哎，快停住啊！没有，你有没有听在那里问动啊？哦，烦，可以不要放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啊啊啊，没事，干死了，已经没经验了，随便死好了。看来我马凯要堆死啊，出不去啊，死了！喂，剩下五十几。哎、欸，还来？
我在想要不要干脆死出去算了。喂，人呢？ 哦，射一滴，超扯，体力发动。哎呀，看往上面撞啊！哎呦，傻眼一个，这只怎么这么难打？那你血量怎么这么难打？ 被定住了，好的，风火翼果然太危险了，不是我明明没有屏幕啊，超痛欸，超奇怪的啊。 有 bug 啊！没有衣服可以替换，算了，快死了吧！妈的，死了几次啊？没有算啊！ 然后又继续堆尸，啊，不想打了，直接找传点好了，我这么惨，一点都不科学啊！哎，我还没整理哦，好吧。 哦，啊，堆尸开始。哦，堆尸哦，这个就是屏幕哎。我算一下，我好像是317啊，低于这个数值都是屏幕。 这伤害不够啊！啊，我毒城也弹不住。GG。哇，快死了，死了！机车，为什么被那个打一下就？ 分掉3000多啊，有点扯啊！有点扯啊！哎，有点扯啊！这伤害有这么高吗？ 靠血，啊，被触手打到。
死超惨啊！啊，又要死了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奇怪，之前打都没有这么惨啊！屏幕，我也没有屏幕啊。但我觉得这一定有 bug。哎、欸，一发四千啊！这伤害会不会有点扯？啊的！啊，堆尸过马拉凯耶！过了吧，快替赶快死好不好？再不死我都要死啊！我觉得不要闪，然后比较快、欸。闪屁闪，闪那也没什么用啊，还是死。嗯，伤害有点扯啊。啊！啊，我那样算平抹啊，252。哎，好像开纪律，不要开。OK。这样好多了，刚才算平抹啊。哎，这样不能吸血，好像也不行啊。那这不要开，开这个好了。好吧，只好这样了。三千。哪里去了？这里。把飞人放太爽了，放到屏幕，所以才死这么惨吗？好像就正常多了。对。我死哇，又有毒藤。对，居然用脸去弹他的触手，这是这样的，开太多，一不小心就平抹了。干，发三下我就死了。
居然，哇，被榴弹打中，还可以再惨一点吗？哎哎哎！机车，对，什么东西？哦，中那个陷阱触手，我要踩到红圈圈，停在那里不能动哎，好毛哦！哦，干嘛闪？算了。都闪了就闪了，跟那个心脏同归于尽啊！快搞定了，这打个马凯死了十几次。对，哦，又死了，大一半，哦，最后一半，大概还要死个五次吧，我觉得。干，这次没扣到什么血啊。是我图腾。撑的时间太短了，我需要更高的幼儿图腾。姐，那个圈圈好痛啊！反正怎么死的？踩到那一堆地板的触手啊！为什么不放幼儿图腾还好一些啊？没有，哦，还有四分之一。站在圈圈上太卑鄙了，太卑鄙啊，马凯！那边我没办法打。回圈死，喂，喂，被榴弹打到又踩到陷阱，糟，跑不出去啊！差不多了吧。不杀，我跟你拼了，不行！哎，这样还有十分之一哦。再来。哎，差一点点。好，这次应该解决了吧？哎。搞定，好的，三十了，有没有二十次？炸掉，其实可以不用等，直接开门走掉就好。卖。
我想想我要干嘛，然后我要干嘛来着嘞？阿凯打完了，一掷千金啊，这个先留着，让黄忠更好，这个先留着，这个看运气，这个嘞，我来跑升华迷宫好了。对，好迷宫了，顺便回来虐虐虐一下小怪。好的，来都来都来，然后结果还被这里的怪打死，这叫我情何以堪？也不可能吧，一般人死啊！意志啊，糟糕，垃圾太多啊，只有碎片，好吧，这应该不用开机遇了。开一下，开一下好了。我大概集个10层就平魔了。不是很妙啊。看，好像可以直接冲过去啊！是回来的时候才要站在这里。过来的。下一个是哪里啊？忘记了，第一张好像没有了，第二张。没怪了，看什么东西都没打到，超鸟的。要怎么走来着？这样冲过去对吗？哦，第一94了。
没开。跑路喽！想掉裂片欸，所以不一定会掉。没有怪，等级太低的地方不会掉裂片吗？啊，这样我们就白开了。机车，在这里，一路冲过去，应该不会就这样死掉吧？我也会扣血。地板要炸了！下一个第三章哪里来的火葬场？裂片，没有裂片打起来有点亏啊。啊，不打了。黑石陵墓，先卖个东西。黑石陵墓，看到
看到猎人就想踩啊，好像都不会掉东西耶，怎么会这样？掉一地的垃圾，是因为等级差太多了吗？ 再给他刮一下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又会死欸，居然！我说他刮个几下，应该没事。诶，哦，这个树民工。 没有连莓果一起拿，算了。嗯，莓果。这个一只之手。终于出现裂片了，不容易啊。 没怪，哎，怪嘞，怪嘞！哦，这个要干嘛？冲啊！冲好慢哦！哦，再找个莓果，这样六个试炼都解了。哎，没有路啊！ 把莓果交掉，给你的莓果，然后美酒之前有给他了，应该，随便拿一个，这应该都是拿来卖商店的吧？果然，然后回去过一般的。
欸，那个应该叫什么？升华迷宫。开，哦，帝王迷宫啊！好，偷看一下今天怎么走。在哪里？这里。喂，刚才不见了。啊呵。啊 ，POE Lab 关了哦。机车。居然。还好。哪里啊 ？REDDIT 还活着。REDDIT。今天是17号 A Normal 哦，有找到 REDDIT 还活着 POE Lab 挂看看我要往哪里走，所以要多走一个区域啊，不爽。另外一个，没路哦，问他哦。问他哦，为什么一直没路？哦，这里对吗？哎，不对。被楼梯卡住，我问门，我锁着。出来了哦，升华试验。对啊，找一个放垃圾的。第一个门锁 SW， 咦，你是雕像？问号。哦。哦，我快跑了。果然等级高带回来虐比较爽是吧？帝王迷宫好像没有那个裂痕，没遇到。
遇到帝王迷宫了，干黄金大门，就还要找钥匙。对，是钥匙吗？对，钥匙。被卷死，刚刚被卷死了。是按照比例扣的啊。这里，把你的钥匙交出来。对，这里还有陷阱，扯，对，没错。这迷宫怎么这么黑呀？怎么不记得以前迷宫会变黑之类的？黑的看不到啊，喂，没事，哦，第二个，身上全部都是垃圾。跟我的图腾玩啊，不要来打我。开开开开开，要往哪里走？十四。对吗？对，没错。十
路。哇，这满地陷阱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到到。哎，走错路吗？没有没有，还没到。还没到。箱子不开，一连串的怪物，垃圾，掉一地的垃圾。没有掉一颗一叉什么的，唉，镜子就算了，觉得根本不可能打到啊。至少掉颗一叉啊。哦，这个垃圾，我为什么捡这件？是一般的，所以应该不可能把我打死吧？被一般的打死怎么办呢？叫我情何以堪？哦，随便开一个啊，捡不起来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附魔手套啊，这么烂的，我要附它吗？我没有别的手套可以玩啊，好像也没有哎，怎么这么惨？然后也没有传说手套可以玩，哎，这个，真是随便附啦，哦，升华。那还是选追猎啦。哦，这边在想，我就不要跑了。可能这个还可以点。自谦大师，这个好像也蛮猛的。自谦大师，增加100%获得的药剂充满。决定放弃这一条了，可能先走这里，在这两个中毒。好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可能没有很好啦，要试看看才知道。我先把这个点起来。哦，升华。有啊，没有领的哦，唉。哦，一般的搞定的，再来打个残酷的好了。哇，一样还是要解迷宫，怎么麻烦啊？喂，他为什么蹲一下？
这里，哇，被戳了，这超烦。 第二章，我这个还是没开。喂，猎人，来，残酷人应该掉的会比较好一点吧？残酷都这么硬啊，居然也没有裂片，有一个。 没有怪啊，掉一个裂片而已。 便宜啊！这个人佛心来着，我会死在里面啊！不太妙啊！七十七六，哎，我等级最低。 另一个大师任务，他都不想动，对不对？贵一点好了，哇！好像有人很猛，哇！一加一，这可是一加一，炸，超贵的。 一秒变十啊！跟着谁走啊？有一个破风斩的，一个仙者战士的，还有一个西巴尔刀锋乱舞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我血啊！ 欸，我有制图大师，还没开始打图就有制图大师的装，我的天！
但是开系统保护嘛。怎么那么多跑好快？像开了加速一样，完全是我画面内格，然后受不了了，他已经在哀嚎了，痛！哎，过。哦，这样哦，啊 ，Thank you。要更晚吗？更晚，更晚。加了十趴经验啊，赚个经验。可惜大师好像不算鱼图的，还是鱼图。这个好难念哦。裂痕欸，好恐怖哦！可以不要踩吗？哦，有人开了，不要进去。看，就恐怖。被定住了。他在边边，这血太多了，受不了啊！干，好卡、啊！到了没有？找到到，哦哟，这样还赚一只，顿死哎、欸！捡，有一颗哎、欸，再捡。欸、有人死掉了，哈哈！魔王，顺带一传奇怪。哦，我有，转，然后走到哪里去了？残酷森林地皮。真的，看真的。还有解流血，那个南部森林地皮在干嘛？喂，忘记了。啊、哦，哎，他们也打完了吗？哦，
等等等等。哦，赚了28%经验。啊，继续打，给我75欸。75。喂，卖不好使。赚两息。继续破四也迷踪。哦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哎呀，怪我先回城了，我真的被拔死掉5%。今天礼拜六，但我还要退掉一只大师，那我就想一下要退哪一只。退货，风华试炼啊，一定要走上面吗？反正看到陷阱等机车的地方都一定要走就对了。操！呱呱呱呱呱！快死了！T1 T2 蓝图，T4就是帮你开鱼图。喂！我怎么跑到无情的啊？难怪觉得怪打我有点痛啊！好吧，跑错地方，先截了一个。跑错地方啊，残酷。嗨。觉得这个灵桶必备一瓶流血解流血的水啊，没办法玩了、啊，太容易被流血了。那残酷刷了64等，真假？
又是刀子，来让你刮。时间曲柄，这么多个。太多了吧，时间曲柄。先回去把一只大师解雇算了，不然到时候忘记雇闸那。谁要走？有没有人想自己举手要走的？好干哦，哇，好浪费哦，快五等了。可恶，14000、15000、18000，四杀，哇干。零邀请日常深处要解雇一名，瓦干好了，觉得我瓦干比较用不到。喂，瓦干拜拜，你要快升级了，哎。达纳来吧，诶，这个，哦，我制图椅了。想去打那个叫哪里啊？静谧陵墓，地图开出来了，零四个角落有。巫喜女皇，把这个是预言，已经用掉了，这样只好把它打掉了。可沿着路走会有啊，没有的话就可能要再晃一晃。咦，我又跑到无情了，我在打残酷的啊，怎么老是跑到无情？能不能过来就解一解好了。没有欸，等等还要去找。还要去把那几只找出来，居然没看到啊！真麻烦，先踩一个船点。先踩个船点再回来找，
无锡女皇。哦，在这里。超恶心！哦，被拼出了。有没有解冰水？好像有。好的，哎，可以这样一直把人拼住吗？昨天这个都会这么难打。啊呵啊呵啊呵！等等再解。那个血量太少啊，连冰冻门槛都变低了。哦，搞定。62，哇，301，虽然是没有卡鲁了，可没有卡鲁强。卖掉了。喂，混沌石没解哦，居然。然后去把它解掉好了。现在是解无情的。等待去解残酷的，已经到第二层了，还没有看到灯火迷宫，这样对吗？迷宫嘞，迷宫哪里去了？迷宫，这里。这个就不能随便乱冲了。
虽然还是跟乱冲差不多。哎，冲过来了，莫名其妙，无情把他弄了两个。乱丢，哎、欸，你复制没用啊，丢，哎、欸，残酷了，啊，再跑一遍，喂，污染区。哒哒哒哒哒。两片日漆起来。哦，那个卖剑带的。哇，这只没有挑战，多一片碎片。对，猎人在这边，才，这是残酷的，所以应该很好打吧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刷效率比较高啊？猎片。又没怪了。怪呢？哎，堵墙挡住了，啊，没了，没了，只掉一个裂片了、哦，啊，攻！哎，顶不起来。只是想开个门回家，不要打我好吗？
把肉粽都是卖掉。仓库好像比较不会掉裂片，是因为等级差太多了吗？哎，哎，我开心了一下，就是掉普通的。不是掉裂痕专属的。哇，走开！两个裂片。啊，捡捡捡！刚我刚帮你解雇掉，友好度变零了，2000。迷宫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好像也是不能冲哎、欸，玩家对玩家大型竞技场，好哦，现在还没有人去踩过。应该不会跑到五千吧？太残酷了。走过去，走过去，那没事吧？有事。啊，都没有怪，有怪的话应该没事。烫烫烫烫烫，哎。去踩黑石林木，黑石林木，金水。
又没有了吗？怎么跑到这里啊？这么难找？我干嘞，打一下。刚刚帮你解雇了，所以现在我打回来嘛，到处都是瓦干。这应该不很乱冲欸，刚刚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天上还飞一个？什么东西啊？天上还飞一个啊？第一次看到天上还飞一个的。四撇哦，还有一个，树林迷宫。顺便找一下美国好了，都来了，找一下，应该在这里吧？对，啊，这只目前只能在残酷嚣张，去无形就没了。诶，列战之礼。都忘了还有这只的存在。没怪啊，好毛，没怪、欸，在下面就对了，躲开。被卡住了，那奇怪，怎么走不过去？原来是被卡住了。冲啊！反正我闪不过去啊，冲了。觉得凭我的技术闪不掉，干脆直接冲了。哦，刚六个试炼都开起来了，要交一下美果。美果，这个美酒我之前应该也交过了。
欸，还没有。啊，残酷了，很久没给他，那就不管了，丢着。111，我靠！啊，好可怜哦，连这都要留。留都留，哦，残酷帝王迷宫，啊，我应该不会死吧？残酷而已，我开开一下，看一下地图，残酷，刚一开始就一个金门。金门，哦，进不去。我要找钥匙，我靠，我就秒不掉了哦，怎么这么惨？难道是欸，我已经不行了吗？如果我累了，我应该也会先串个那个什么，欸，吸血的那颗叫什么？偷取生命吗？生命偷取？哦，干嘛站在那边给他戳？啊，戳都戳了，不管。两边都一样，应该吧？看都是一个区域而已嘛。今天的都是一个区域。下面哪一条？还是死路，这次挑战也要解那个传说图吗？好像没有啊，像我还要解那个吗？传说图好像没有欸，那现在传说图就只有异界鱼还是鱼图加一，那就没什么吸引力了，就这好了。
这是什么？水晶塔。哇，他打一下我的无痕就虚了，这伤害怎么那么高？难不成我的角色在难度就不行了吗？觉得打不过哎、欸，不好的预感啊！咦，我去，不。那个喷刺真的很讨厌，整个人都变慢了。哇，这个戳的也很讨厌，戳到就不能动了。开。这样子让你跟我那个账号打个八七，那被钓鱼了。万历万，这里对不对？不对。怎么有后一堆传说中，就没几个有用的。好吧，都是玩具。开，再掉个时空之门吧。是吗？我还没有。超空冷。哇，这个是对的吧？被戳了，我只能慢慢走啊。戳，有人打到白化羽毛了。
这怎么还在啊？ 哦，第二个，哎，还是第一个，啊，好像，哎，应该是第二个，没错啊，丢，应该是第二个。 所以这个是，我操！为什么来跳我？还一只，哎，不对啊，冰的不见了，也被它吃掉了。汽车，哎，原来它可以把它吃掉，我现在才知道。 打太慢会被他吃掉啊！啊，惨了！所以他现在身上有冰伤吗？欸，也不是欸。啊，被吃了一只，原来会被吃掉啊！ 不知道，这个对。哇！ 神话试炼，到了。为什么往我身上打？哇，被传走了。
随便一箱。唉，开到垃圾。可以付鞋子。哦，鞋子。加6%移动速度。升华。对。啊、哦，我在想我无情要打，觉得打不过哎。打一次看看，还没有过就先不要解。第一张还没解，哎，按错。要怎么走啊？我靠！要时间区别。哦，把它按下去了，通啊！喂，开了。再走回去，对不对？就不走了嘞。说不走就不走。这样会不会比较快？应该会啊。噔噔噔，那个，哎哎，它关起来了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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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三个，有两个刚才按错跑就解掉了。第二张也完了吧？就第三张。第三张火葬场。好麻烦哦，冲下去会被烧死啊！啊，哎，没开，这上面还有，等一下好了，那无情都变死烂了，没开。这里还有吗？还有这里，刚开完了吗？这样还有箱子，我要开了开了，好麻烦，
哦，还有两个。黑石林木，这个我美酒到底有没有拿，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没了吗？美酒已经给他了。这个要解，因为是挑战，麻烦。咚咚咚咚。这怎么觉得异常的好走？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是错觉。又有一个飞在半空中的，对，每个都飞在半空中啊。哦，树林迷宫。有久等呢、欸，该不会比我现在还好啊？没有，这样就换混沌石。花园，花园还有什么任务？莓果。好的，找一下莓果跟石林迷宫。我觉得这里的猎人会死掉啊！六六啊，开开开！开！拿个莓果，还有亡灵大师，喂，救！它指的是这个方向吗？应该对，这个方向。看到啊，这方向。哎，在这里。是啊，哦，中了。
欸，亡灵大师到底是怎么出现的？陷阱地雷吗？跑个试炼，怎样冲的？冲啊！冲啊！没水啊！我觉得我根本闪不过啊，干脆直接冲了。哦，这样六个都解了。无情啊，打一次还没过就先放着。欸，不行。还要去浇一下莓果。都很烂欸，随便一个。卖混沌石，不过这次没过就之后再解。无情帝王宫，开个地图。地图呢？地图，哇！一个金门，欸，好像蛮短的，我觉得是错觉。那继续跑，就走这地王迷宫这么长。这个对吗？这个可以。我们要慢慢走了。看过有人都冲过去啊，不过我觉得我冲不过去啊，慢慢走好了。一次冲两格欸，不对啊，一次冲三格哦，一二三。喂，升华试炼，今天是什么 ？Idols。爱豆这是什么？人偶。IDOLS。哦，偶像啊。
这怎么打？哇！快充能，不行，不能让你充能，这样很忙欸，来不及啊！ 不赢嘞！啊，有一个充满的。行啊，看来我到时候要扛着，这个大王，伤害不够啊！狙狙狙狙！ 空卡那个魔像都没时间打完了。哎，他走了。哇，好像有一个电灯被开起来。GG。 加伤害，打说不定还没到完就死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但第二个是那个会被吸收的那个小小的元素，这到底叫什么？忘记了。我们今天增伤那么多。 找不到出口啊！没出口啊！难不成这里有钥匙之类的？我怎么进来的？对对，条路一定不对。 被小怪打死，这里应该对吧？不对。 流血是不是？机车，这关的出口到底在哪里？找不到啊！不能在右下角，冲过去。
这边有可能。哦，真的是这边。哦，这边对。炸、欸！我觉得没有很痛，还好没有炸一下4000左右，不然我就死翘翘了。我不是这边哦，我闪船啊。闪电传送，传个。都忘了招魔像，我多久没招魔像了？我还是去换一只那个加暴力的。哇，失恋第几个？第二个，才第二个啊、哦！果然这次跑出来了，生命回复，释放后失去所有生命，闪电之塔，魔偶，机车。这边有个魔偶啊，我难过。这边，哇，死去！看，超痛啊！啊，打不到他。啊，GG了啦。所以没事，我上去了。因为他这次有两个真伤，呜，这样，我吃了一个火跟一个电的魔。啊！不吓我！对对对，好的，不太妙哎、欸，不妙啊！对啊，现在有一个这个，然后还有一个。火的魔偶，火翼有点坑啊，不穿火翼我觉得打赢的可能性会比较高。是没办法。欸，该不会还没看到网就死了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好像还有阿格斯欸，这次挑战没有要打阿格斯吗？这样有要打阿格斯，那就不打了。
这里是死路哦，原来这里还会有死路。我们开箱子，开，尸体要炸了。以前炸超快，现在炸超慢的。什么都没有，一地的垃圾。我升级了欸，要点什么？我想想，这里，有一个魔偶，跟一个，欸，还只有火炕哦，好像还好，吓死我了，还只有火炕。哦，希望不要死，我喝个水。不要死啊，拜托！干，这好难打，中间会喷刺。头一下，哎，头一下马上死，算了，不躲可能没死欸，这地形超讨厌的啦，好吧，改天再打，那我干嘛？果然打不赢，狙，这可以解，先不要解，先不要解，悟道，残酷也有，
浅显的来解这个，机车不行，去残酷虐一下怪，生气呀、有打多久啊？半个小时。觉得可能火翼换掉，我有机会打赢。这火翼真的超坑啊！打小怪还勉强可以，打王就……晕车。开个门啊！不要一直打我。残酷的送什么啊？忘记了。残酷有跑水。啊？我不知道哎。你要贵都很贵啊，要便宜都很便宜啊。就便宜的就是没有贵的强吧，应该啊。要做到便宜比贵的强，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反正基本上就是越强就越贵啊。有人会吵价钱啊。是啊，我要看我的任务啊，梦中圣地。对啊，怎么是梦中圣地？前期哪个比较好？前期就练上去嘛，看你哪个用的比较爽啊，就用哪个啊。前期用哪个比较好？都可以用用看嘛，反正觉得不好用就换一个啊，这是不是？啊，天赋点就比较麻烦，天赋比较麻烦。如果点不好，可能要吃后悔石。要不然就看你之前有没有留一堆这种东西啊，天赋重置有没有？有的抽啊，然后也有的有送啊。因为我只有那20个啊，这边也有天赋重置。又是瓦干呢、不要因为我把你解雇掉就一直出现啊！喂，司令必打，司令必打，这个居然瓦干第一个到死。竟然是要干嘛的？突然忘记了啊！我捡那个手的第二层呢，第二层。对。没有裂痕呢啊！还是在残酷，所以可以虐得很爽。无情就时不时要死一下的，是真爽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可以接力吗？就打到那边把它接起来啊！不行，太远了。哦，有人在打，我要有密电，要许我，召唤师。啊，走起来了！有人在打 T16了，
他应该不是只去踩一下吧？这边还有一个台。好吧，那先回忆换掉好了，感觉蛮坑的、啊。对，踩踩踩，只有一个姿势卷轴。应该没有漏掉东西没捡吧？有哎、欸，还有吗？啊，就当没有了。嗯，我这样。哦，对，我又回来了，手还没剪，对不对？这手黄金之手，喂，你的手。哪一颗啊？不知道，拿这颗后悔之书哎。初入锋芒，梦中圣地完成。白色巨兽，不想打了，冲啊！怎么过不去？怎么一直都没死啊？在这里。白色巨兽。没路。
最领先的掉个一叉吧，虽然我都没有洗箱子，但是你也可以掉个一叉，没关系的。对，怎么还不开啊？哦，在这啊，果然空菇，这是一个假的箱子。这么远啊，太远了吧，阿酷，打一下。护甲大师也完成了，我生命必打也差不多了。要几个啊？五个。狩猎、亡灵、博血，刚刚好。哦，白色巨兽。回去拿烂装，那后面有出口可以出去啊，懒得走了，拿什么？随便啦，我这个也没有拿，啊，随便啦。卖掉，卖掉。丢下一个左右手，哎呦，左右手也没杀，残酷的。标准的有杀，为了拿技能死，残酷没杀。喂，有一个奥术师，要洗吗？就不洗。洗不洗？有个混沌。没有一叉，来吧，决斗！我左右手一堆烂装。下一个重生的渴望，我是缺那个酒没有给他酒，这好像改在附近是不是？对，
之前还要到处找。你的酒来了。一个命运之语图书馆还没去，先卖个东西，也只有一个而已，先另外这样。仓库也要解图书馆，给裂痕来踩一下。来，哦，珍宝之魂，对，还差双坠，世界频道有没有人喊？几率不高哎，很少看到。不然就要自己开普通级。收起来了，还有污染区，打一下，打一下。居然有污染区，满了，先地图，不起来，捡，然后去捡命运之雨。又有人打到崇高了，机车，我崇高都是别人打到的啊。金之锤，好像还没看到有人PO镜子嘛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人PO过了，我没看到。暴怒试炼。那呢？我是打，哦对对，残酷了。没事。吓死我了，怎么穿戴不见了？
又一个文化区啊，居然打圆返可以，圆返没问题的，物返就不行。应该不会被这只 boss 打死吧？残酷的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自己正额奉献，猎人才。怪了，怪嘞！怪就在这里。没了。捡不动了，来卖一下东西。没找到，应该在这里吧？还没到，也太远了。哎，到了，开档案室，小遗失的树叶，哎，黄金之叶，是遗失树叶，是黄金树叶。金书叶，还有一页，最后一页，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在这里，完蛋。这里的书页。初入锋芒，那我要拿什么？暴击石释放，然后想想我可以干嘛？还可以干什么来着？
还可以干嘛呢？司命必达，见多识广，装醉魂。啊，先放着。有机会时也还没用，点金也还没。叶片收集者，瓦尔头目，箱子。哦，无情稀有怪，溪里的现身者，攻击恶魔。啊，刷一下那个溪里的现身者在哪里啊？糟，忘记了，查一下。忘记的，在哪里啊？裂痕联盟怪物位置对照。哦，蜥蜴现身者是这个。啊，先去杀公牛，跟攻击恶魔。出来吧，攻击恶魔！我等一下我就死掉了，不会吧？攻击恶魔！怪，我居然没有刷到，是不是很容易出现的东西？这里我就打不动了哦，没有稀有的，杀到这里差不多了吧？我去踩两个啊，看来我非死不可。哦，才开始断案时，钢铁巨锤死了，定在那边，好扯的，可以晕成这样吗？但你蛋可不可以接力啊？我去按按看好不好？神经病，按，不行，好吧，只能等它结束才能踩。捡，喂，没了吧？先不用卖东西，踩。一次只能踩一个，巨人的血好厚。哈姆特，创人巴哈姆特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？黄怪看不到名字。火行之灵，哇、哦，快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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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虽然没死，可是他也没死。虚空超重，我明明是来找攻击恶魔的、啊，怎么一直在打裂痕？
捡了一个垃圾。没用，塞不进去，硬塞。不过是一只攻击恶魔而已，有这么难找吗？那个斗牛犬也没有杀。血屠夫哦，斗牛犬，斗牛犬魔，会这有两种。稀有怪啊，没有稀有放传说的，不想打。啊，塞不进去啊。啊，今天先开到这里好了。啊，拜拜拜拜。下次再继续刷。